我们来生宝宝吧。啊，养小孩啊，怀孕、产检、坐月子已经很花钱了，再加上尿布、奶粉和托婴的开销，还想要租大一点的房子，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。但房租这么贵，这样还有办法存钱吗？没问题，岁数唔免惊。政府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元，新婚家庭、生儿育女都加码补助，减轻年轻夫妻租屋压力。你租我补，新娃唔免惊。老公，快过来吧。